史画馆影片资讯。2021年11月30日，中原大战时，拥兵300,000东北军的张学良，为何最终站在老蒋这一边？观看次数2194次，一天前13:22，现正播放。大英帝国历史，罗马用300年征服世界，英国为何只经过3次战役就征服了？观看次数3629次，七天前10:26，现正播放。曹操为何要杀孔融？皆因他做了这4件作死之事，让曹操忍无可忍。观看次数4471次，九天前16:17，现正播放。唐僧圆寂77年后，另一位高僧鉴真为何开始东渡日本？两位高僧有何不同？观看次数1986次，13天前8:55，现正播放。中国历史最惨皇后，被废立高达10次，连小县令都能废他，亡国后反而。观看次数2875次，2周前康熙驾崩后，雍正上台为何抄曹雪芹家？史学家，雍正其实在帮曹家。观看次数1.9万次，3周前热门上传影片16:53，现正播放。叶问真实形象和甄子丹电影大不一样，曾说徒弟李小龙短命香。观看次数83万次，6个月前14点，现正播放。皇帝婚前要睡8个老宫女，揭秘明清皇家情史，明朝历史故事。观看次数44万次，10个月前13:40，现正播放。黄飞鸿历史上真实形象是比李连杰电影还牛，清朝历史故事。观看次数38万次，9个月前12:11，现正播放。年羹尧之死的历史真相是非雍正王朝电视剧，清朝历史故事。观看次数37万次，10个月前19:24，现正播放。韩信之死的历史真相是刘邦吕后的残酷逻辑，汉朝历史故事。观看次数34万次，9个月前16:23，现正播放。李小龙传奇一生，14岁拜师叶问，20岁黑市打拳，32岁爆红全球雀。观看次数27万次，5个月前近代历史故事。清末明初民国历史，中华民国，12:35，现正播放。中原大战时，拥兵300,000东北军的张学良，为何最终站在老蒋这一边？史画馆观看次数2194次，一天前11:58，现正播放。长津湖战役有多惨烈？
美国历史上最大军事灾难，中美两国都不愿提及的痛。史话馆观看次数7682次，一个月前9:52，现正播放。蒋介石1949年大陆最后一次阅兵，升旗时其神突断，他含泪说了一句话。史话馆观看次数7366次，一个月前13:03，现正播放。蒋介石1949年败走台湾，带走了一批大师，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史话馆观看次数12万次，二个月前8:17，现正播放。张学良临终为何把巨额遗产捐给美国，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子女或祖国？史话馆观看次数5149次，二个月前10点，现正播放。隆裕太后是清王朝灭亡的罪人，孙中山胡说八道，他应是女中尧舜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.7万次，三个月前清朝历史故事，康熙皇帝、雍正皇帝、乾隆皇帝。清朝1636年至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共传12帝，统治者为爱新觉罗氏。从努尔哈赤建立后经起，总计296年。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，国祚276年。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为268年。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。1636年汉满蒙三族共成劝进表，皇太极称帝，改国号为大清。1644年驻守山海关的名将吴三桂降清，多尔衮率领清兵入关。入关后20年时间里，平定大顺、大西、南明等政权，后又平定三藩之乱，统一台湾，完成全国统一。康雍甘三朝走向鼎盛，在此期间，中国的传统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。土地增垦，物产盈丰，小农经济的社会生活繁荣稳定，综合国力远胜于汉唐。鸦片战争后多遭列强入侵，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近代化的探索和改革。1912年2月12日，北洋大臣袁世凯又使清帝溥仪逊位，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，清朝从此结束。清朝时期，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，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诸部，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，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。乾隆年间，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。极盛时期的清朝，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，西北包括唐努乌两海，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，东到太平洋，包括库页岛，南达南沙群岛，包括50多个民族，国家空前统一。期间，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也推向了最高峰。
清朝前期农业和商业发达，江南出现了密集的商业城市，并在全国出现了大商帮。在此基础上，人口突破四亿大关，占世界总人口十亿的近一半。8:49，现正播放。康熙驾崩后，雍正上台为何抄曹雪芹家？史学家：雍正其实在帮曹家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1.9万次。三周前，8:38，现正播放。乾隆退位时，邀请3000名老人参加寿宴，为何老人们刚回家就接连死去？史话馆观看次数：1.5万次。一个月前，8:45，现正播放。清初三藩之乱，吴三桂起兵反清，为何失败？专家：不听高人谏言，活该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4.2万次。一个月前，16:10，现正播放。张廷玉真实历史和雍正王朝不同，对乾隆四次作死险些晚节不保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6.3万次。二个月前，8:19，现正播放。乾隆给英国国王的信仅976字，却尽显愚昧无知，现存大英博物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1.8万次。二个月前，15:34，现正播放。光绪皇帝童年有多惨，连后宫太监都敢虐待他。专家：慈禧歹毒的不像话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6929次。二个月前，明朝历史故事：明朝皇帝南明历史，大明王朝。8:37，现正播放。朱元璋长子朱标如果不死继承皇位，朱棣造反胜算有多大？史话馆观看次数：2万次。一个月前，12:28，现正播放。坦克鼻祖是英国？错，明朝领先350年发明坦克，还把蒙古铁骑轰成了渣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5626次。一个月前，13:28，现正播放。朱元璋杀胡惟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揭秘胡惟庸案历史真相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1.1万次。二个月前，16:03，现正播放。明朝历史真实：严嵩和大明王朝1566大不同，被明史和民间黑惨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5825次。二个月前，8:27，现正播放。明朝第一奇僧姚广孝有多牛？仅回朱棣一句对联：助其轻松夺得天下。史话馆观看次数：7123次。二个月前，8:40，现正播放。
朱元璋到底葬在哪里？朱允文：如此，下葬爷爷，朱棣有理由造反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087次，三个月前。宋朝历史故事：北宋历史、南宋历史、宋朝皇帝。9:52，现正播放。宋朝历史真实：宋江、被《水浒传》夸大，起义时仅36人，被一人，三个月剿灭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.8万次，二个月前。8:50，现正播放。南宋末代权臣贾似道为何被《宋史》骂为奸臣？忽必烈却很欣赏他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619次，二个月前。9:00，现正播放。宋朝历史真实：高俅跟《水浒传》中形象完全不同，被抹黑的太狠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.9万次，二个月前。8:32，现正播放。宋朝最无能皇帝宋徽宗为何能稳坐皇位长达25年？原因让人深思。史话馆观看次数5512次，三个月前。10:48，现正播放。岳飞之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五人的抗争撼动了大宋王朝的基本法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0000次，四个月前。9:58，现正播放。中国历史最惨：皇帝妻女被凌辱，自己被做灯油，专家可怜但活该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6万次，四个月前。唐朝历史故事：唐朝皇帝李唐王朝，大唐帝国。唐朝618年、907年，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，共立21帝，享国289年。隋末天下群雄并起，617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，次年称帝建立唐朝，定都长安。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，为盛唐奠定基础。唐高宗承贞观遗风，开创永徽之治，并于657年建东都洛阳。690年，武则天改国号魏州。705年，神龙革命后恢复唐国号。唐玄宗即位后缔造全盛的开元盛世，天宝末全国人口达8000万左右。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，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。中后期经唐宪宗元和中兴、唐武宗会昌中兴、唐宣宗大中之治国势复振。878年爆发皇朝起义，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。907年朱温篡唐，唐朝覆亡。唐朝10万国来朝，疆域空前辽阔，极盛时东起日本海，南据安南，西抵咸海，北逾贝加尔湖，是中国自秦以来第一个未修筑湖长城的大一统王朝。唐朝攻灭东突厥、薛延陀后，唐太宗被赐一个族尊为天可汗。
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、回鹘、铁勒、契丹、瓦舍、士维等民族攻伐敌国，并让日本、南诏、新罗、渤海国等藩属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制度。唐朝接纳各国交流学习，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艺术呈现出多元化、开放性等特点，诗、书、画、乐等方面涌现出大量名家，如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、诗魔白居易、书法家颜真卿、画圣吴道子、音乐家李龟年等。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，声誉远播，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。唐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，女性地位明显提高，人们可自由结婚和离婚。16:17，现正播放。唐僧圆寂77年后，另一位高僧鉴真为何开始东渡日本？两位高僧有何不同？史话馆观看次数1986次，13天前10:59，现正播放。霍光与郭子仪两人都权倾天下，为何前者被灭族，后者却能善终？史话馆观看次数9961次，1个月前8:35，现正播放。凌烟阁24功臣，为何只有1/3是李世民嫡系？通过这4点，终于搞明白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460次，3个月前9:52，现正播放。法海被白蛇传黑惨，竟是唐朝宰相之子，考中状元却被逼出家。史话馆观看次数2444次，3个月前10:44，现正播放。高力士真实形象堪称《鹿鼎记》韦小宝，虽是正宗太监，但武艺高强。史话馆观看次数5686次，4个月前10:13，现正播放。大唐战神王忠嗣，唐玄宗称他霍去病，他活着时安禄山根本不敢造反。史话馆观看次数7655次，4个月前三国历史故事《三国演义》，三国人物东汉末年，10:26，现正播放。曹操为何要杀孔融？皆因他做了这4件作死之事，让曹操忍无可忍。史话馆观看次数4471次，9天前8:55，现正播放。曹冲绝顶聪明，却13岁早逝，真的是天妒英才。司马懿他的愚蠢害了自己。史话馆观看次数6.3万次，1个月前9:02，现正播放。三国时期这么混乱，为何没有外族入侵中原？到底是谁在镇守边疆？史话馆观看次数8万次，1个月前8:20，
现正播放。曹操一生最忌惮的四个人，一个不敢杀，二个舍不得杀，最后一个必须杀。史话馆观看次数9673次，二个月前8:52，现正播放。世界最大关公像为何在荆州？带你了解你不知道的三国关羽冷知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5252次，二个月前8:24，现正播放。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后代有多禽兽？他们做的这四件事巨恶心，最后一个看吐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.1万次，二个月前汉朝历史故事：西汉历史、东汉历史、汉朝皇帝。10:59，现正播放。霍光与郭子仪两人都权倾天下，为何前者被灭族，后者却能善终？史话馆观看次数9961次，一个月前14:11，现正播放。中国历史第一权臣，生前架空三代皇帝，掌权20年，死后为何被满门抄斩？史话馆观看次数2.8万次，二个月前10:50，现正播放。王昭君远嫁匈奴后有多惨？丈夫死后被迫再嫁儿子和孙子，最终自杀。史话馆观看次数8249次，二个月前12:17，现正播放。中国历史最强小三，从低贱女奴上位成皇后，风光38年后却结局悲惨。史话馆观看次数5198次，三个月前10:06，现正播放。汉朝为何能够延续400多年？学者只因汉高祖刘邦的这二句遗嘱。史话馆观看次数8110次，四个月前10:16，现正播放。匈奴俘虏见儿子和汉武帝宫女暧昧，竟杀了他，却让家族兴盛300年。史话馆观看次数4213次，四个月前周朝历史故事：西周历史、东周历史、春秋战国。周朝前1046年、前256年，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奴隶制王朝。周王朝一共传国君32代，37王，享国共计790年。周朝分为西周前1046、前771年和东周前770年至前256年两个时期。周朝由周武王姬发创建，定都镐京，今陕西西安。周成王时营建，或曰迁都，乡宅陈州，今河南洛阳，并在此举行祭祀、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。其后周穆王又筑宫南郑，其后周翼王又迁都犬丘，今陕西西安。
公元前771年镐京陷落，西周灭亡。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元年，平王东迁，定都陈州，今河南洛阳。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。史书又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，其中东周以三家分晋、魏节点，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。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，诸夏。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，周王室常自称夏、诸夏，即分享周氏礼仪与荣誉之诸国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跨氏族的族群观念。在灭商之前，周部落因为遭到戎、狄等西北地区部落的侵扰，周部落的首领古公旦父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下的平原定居下来，生活于渭河流域，被大商王朝册封为西伯，以及西部诸侯之长，是商朝的主要方伯之一。以姬为氏，周人祀其姓。周朝实行分封制，封邦建国，周王则位，天下共主。周王朝继承了夏商两代，是古代奴隶制度社会的鼎盛王朝。9:43，现正播放中国历史最强美人计，他仅靠美色就毁灭一国，但其下落却成千古之谜。史话馆观看次数5265次，四周前9:31，现正播放东周春秋时期到底有多少国家？学者，如果地图全显示，会的密集恐惧症。史话馆观看次数9.1万次，二个月前8:50，现正播放孔子，中国历史5000年最大的圣人，也是最大的罪人，说的对吗？史话馆观看次数3138次，三个月前10:12，现正播放他率军300,000暴打匈奴，却不得善终。唐太宗，他是死的最冤的名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.1万次，五个月前9:09，现正播放徐福东渡日本是真的吗？史学家，他登陆日本建国，成为第一个天皇。史话馆观看次数8万次，五个月前10:55，现正播放秦始皇嬴政为何一生不立皇后。赵姬哭诉，我仅负1/5责任。史话馆观看次数4580次，六个月前中国历史故事，中国简史，中国通史，历史人物，16:38，现正播放中国历史最节俭十位皇帝排名。第一名说节俭不太贴切，简直抠门至极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1万次，一个月前8:50，现正播放孔子，中国历史5000年最大的圣人，也是最大的罪人，说的对吗？史话馆观看次数
3138次三个月前。8:11，现正播放。武则天为何会成为一个好皇帝？在1300年后，马云说出真正原因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467次四个月前。17:11，现正播放。袁隆平奉献一生只为消灭饥荒，老百姓民以食为天，他以民为天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115次五个月前。8:59，现正播放。水浒传明清时期被列为禁书。岑国藩，这垃圾小说把我害惨了。史话馆观看次数3935次五个月前。10:24，现正播放。北京为什么有那么多海？合乎壁列渡海东征日本有神秘关系。史话馆观看次数2191次六个月前。世界历史故事世界简史世界通史国家历史。13:22，现正播放。大英帝国历史，罗马用300年征服世界，英国为何只经过三次战役就征服了？史话馆观看次数3629次七天前。9:32，现正播放。日本作家写《丑陋的日本人》被国民骂滚出日本，为生命安全中隐居。史话馆观看次数1640次二个月前。10:57，现正播放。日本艺伎兴衰简史，日本历史曾被他们颠覆，看后刷新你的认知。史话馆观看次数2659次五个月前。13:25，现正播放。日本菊花王朝延续长达2600多年，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王朝。史话馆观看次数2.5万次五个月前。13:52，现正播放。印度种姓制度有多可怕？从雅利安人婆罗门教说起，底层为何不反抗？史话馆观看次数5.5万次六个月前。10:55，现正播放。波斯为何改名为伊朗？印度和我们的主子雅利安人有关系。史话馆